这里嘛，所以就一二大概在这里，好，大概在这里。那我们还是要先把它调好，好。那我看看现在的 n 在哪里，这是负的，哎不对，二压一，那你的一压二哪里去了？哦，好乱哦，你这个好乱哦，二，应该在这里吧，这边是二压一吧。所以这会有个一压二，二在哪里？哇，好乱，好乱！对，好乱，好乱，好乱！这二压一。老师好。哟。哇，你好。学生，你看越来越多。没有，今天终于到齐，还少一个。还少一个。哦、是来一个，是几个？今天有一个请假。哦，其他都到齐。周日的人哈。要好好把握老师的最后在这边的驻馆时间。哎，是。他到。元旦就结束了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的课也是到十二月就。对，那你的那个下一个目标在哪？不知道在哪里，还在找，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对，像你那么好的老师，一定有非常好的地方让您去发挥。加油！对，我们就不懂为什么这边七七没有哦，七七不是、欸，他们说要。好像是听您讲着，三年到了，全部都要退，啊、全部退，都要撤、啊，不能再好的都不能够那个。他就他的原则是这样，这样就变成不公平。对，哎，那个呢？啊、那他们那个下一批的都进，那个你知道有哪些？不知道。听说不太顺利。啊，老师还有招第二次吗？招不是招第二次，是时间往后延。啊、嘿，听说不太顺利。往后延，那你就等他们。等他们进来，不是我跟你讲的，他后面不管他要怎么做都会变得不公平、哦、不公平就不行啊。哦、不然你这边做最棒的，真的。不会啦，每个都很棒。对呀，每个都是。每个都很棒。高徒啊。我就这样一个一个要调出。调交控。我们一个个要调。那梁秀妮老师也没了。哎、欸，他本来就是周五的。哦。嘿。好厉害！好、哦，老师您忙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这边是二嘛，二一嘛。嗯、这边是正 N 在这里嘛。嗯。我看出来不？这边是负 N 嘛。正正。这边是正 N 嘛。这边有个正 N。对呀、啊，这边这样就是正 N 嘛。就是到第三圈就比较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到第四圈就会更清楚。哎，可是首先要第一圈、第二圈蒙得出来、啊。对，第一圈、第二圈是最难的。嗯，超难的。那现在这个 N 在这里 ，N 在这里，然后这边是负的，真是正的在这里，正的在这里，嗯，正的要从上面过，那是一压二，一压二，就是这样。嗯。然后一个正恩又在这里，那这边就是二压一又过去，二压一，一压二，二压一在这里，没关系，要做再来调啊。文献他还是会跑，那这边又要找啦，在这里，嗯，这，然后这边是二压一，二压一。二压二，二压一，二压二，这二压一，一压二在这里。嗯。一压二。就压来压去啊。那这个要锁住，那是下一个正恩，是下一个负恩，下一个又来了，再来找，这边是正恩。对吧？那这边是负 N， 在这里，这边是负 N， 正 N， 来吧，在这里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锁起来，拿出来，这边有一个正 N。老师，我已经慢慢进入恍神的境界了。是。已经开始整个散神。哦、好乱哦，很乱很乱。对啊，要到第四层，然后第四层做完的时候，才慢慢去调出这个东西来。嗯、现在还调不出来。哦。现在还没办法。这个要怎么办？那个六角孔。这个，
这样子。嗯。我二压一，一压二，二压一，一压二，一压二，在这里，然后去调，调。真的要拆，内心感到很痛苦。对，这个真的是有点困难的，要很专注了。要不是为了那个检定的题目哈、嗯，这个东西不会这么早教，因为 会把很多人打败，会吓坏了就跑了，对，会吓坏很多人。所以一般这个不会太早教，嗯，挫败感会很重。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会吓死一堆人。好，那第三层结束。好，然后这个也是要再。其实你不是要问什么？啊？你差不多怀疑人生了。已经感到一阵痛苦。第三层结束，然后我第四层再做下去之后就清楚了。